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哎，好。中兴大学庄志勋，然后这首歌叫《还是会害怕失去你》，反正我有七分钟聊一下天。就我前阵子看那个一篇文章，他说我们每个人呢，同一个时间最多只会有60个朋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你脸书有1000个好友，里面有940个人，你是不会把他当好友的，啊，他们也不会把你当好友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朋友。好。那我开始唱这首歌，好，还是会害怕失去你。你不会忘了吧？我还是会爱你。
谢谢。谢谢我们第八组同学，接着是第九组。